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287页，287页第七行，第七行。国无不穷，乐谱不舍阴门月显，此即为后之普贤，是为如来之化身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现在接着看下面。至于慧疏云，提遍法界，故乐谱灵极未临极深，故曰显，是为未中普贤，乃等觉菩萨也。大乘经里头称普贤菩萨，多半都是说未中普贤。华严会上文殊普贤的都是为众人，也就是等觉菩萨。慧疏有云：能导欲一切，导是教导、引导，带路的人，欲是驾驭，也就是导欲两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授、教师，是这样的一种身份。能够导欲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里面包括40位法身大士、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他们接受等觉菩萨的教化，下面三乘菩萨、圆觉声闻，再下面六道众生，这是说
菩萨帮助诸佛如来，教化了一切众生，发十大愿望，像《华严经》上所说的，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菩萨具体的表法啊，真的做出来给我们看了。五十三参，第一参是吉祥云比丘，它代表初住菩萨啊，圆教初住。普贤菩萨化身为五十三位善知识啊，通通是普贤菩萨化身。四十一个位次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发十大愿望，从离经祝福到普界回向，愿是愿西方往生，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啊，如何教大家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到。四十位化身大师接受普贤菩萨的教导，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特一赞弥陀，一是寓意啊，他跟文殊菩萨两个人也是帮助阿弥陀佛戒淫十方信愿往生的菩萨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故于此经是为上首。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文殊菩萨啊，这普贤菩萨在做啊，是菩萨众里面的上首。又探玄机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过师做的啊，他的解释德州法界乐谱，无量无边的功德周边法界啊，这是普的意思。贤是最妙善意啊，像中国老祖宗
在大学里面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最妙善呢，就是止于至善。啊，至善是什么？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才叫至善。啊，祖师大德为我们称的妙善啊，最妙善，为菩提心所起的愿心，发愿，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标准了。啊，要什么样的标准去发愿？要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本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就是菩提心。啊，通常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菩提心的用是身心大悲心，身心是自受用，真心对自己叫身心啊，对大众呢叫大慈大悲啊。我们为了学习方便起见，把发菩提心呢写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真诚心是菩提心的本体，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菩提心一发，你的心就清净了，就平等了啊，觉而不迷啊，对待一切众生决定是大慈大悲啊，他受用。清净平等就是自受用，清净没有染污了，平等没有分别了，觉那就不迷了。啊，菩提心一发，自自然然，下一联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最后啊归到净土啊。这是菩提心所起的愿，愿是十大愿，行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所以讲身口意，你看习皆平等，遍一切处纯一妙善，跟大学里头所说的止于至善是一个境界啊，悲居中德。
啊，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啊，故以为名，啊，名是菩萨的德号啊，啊，普贤菩萨，普贤文殊，乃释迦如来之二谢寺，是佛左右。我们中国大臣贤首宗啊，也就是华严宗所供养的佛像当中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佛的左手是文殊菩萨，右手一边是普贤菩萨，这叫谢寺。啊，是释迦如来的两位助手，啊，真正得力的助手，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文殊代表解，表智慧；普贤代表心。华严会上，文殊排名第二，普贤排名第一。这个排名先后有关系，就是这一个法门，这一个宗派，是以解啊。重在解还是重在行？如果文殊摆在第一，重在解门；普贤摆在第一呢，他重在行门。啊，那我们也看晓得，华严重在行门。啊，我们净土宗也是重在心门。净土宗阿弥陀佛的两位谢寺是观音是指啊，观音排名第一，大势至排名第二啊。观音菩萨代表行门，大势至菩萨代表解门，代表智慧。啊，跟华严表法的意趣相同，都是重在行。啊，普贤行，十大愿的全包括了。啊，净土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帮助阿弥陀佛，以三十二应，啊，三十二种应身，普遍示现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接引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他们站在佛的左右两边，乃世尊会中上首，啊，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的上首。在华严会上
他也是上首。普贤菩萨为一切诸佛之长子，华严经上说的，文殊为树难呐，树难是老二啊，啊，老大是大哥是普贤的，文殊是老二，啊，表法的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四十华严，四十颂里面说，这个是底下的四十第四十卷，啊，也就是四十华严是普贤菩萨现愿品，经全经有四十卷，最后一卷偈颂里头有这两句。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啊，有这两句话，所以说，啊，可见呢，普贤正是如来长子啊。啊，这个地方说，如来化身之所流现，化作等觉大师。相赞世尊，言唱圣教啊！啊，经中告诉我们，文殊普贤都是如来化身变现出来的，啊，化身之所流现，完全是讲自性。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里头包括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头现身教学，都包括在其中。啊，一法不漏啊！啊，这是自性啊，流现的。化作，这是变化。作为音声呢，啊，应化身呢，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啊，协助释迦牟尼佛演唱圣教，唱。是讲经说法，演是表演，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他的一举一动是身教。啊，把释迦牟尼佛从早到晚他的生活状况记录下来，就变成戒律。啊，学戒律就是学释迦牟尼佛的生活，释迦牟尼佛处世待人接物那样的智慧，那样的威仪，这属于律啊，律是行门呐、啊，教啊，
教是解门，着重在解。行门里头有两种，一种从言教，这里头包含着华严、显首宗、天台、法华宗，三论，还有法相为识，律宗、净土宗，都包括在教里面。除了教之外，还有一个叫教外别传禅宗，总的来说叫三学，戒学，禅宗代表定学，教下就是属于教学了，这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通通都包含进了，那么古大德告诉我们，世尊一代释教，行门里头16宗，最后终极的目标呢是在净土，连华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是最明显的表示，门门都归净土啊，归净土才究竟圆满，这个法门确实是难行之法，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学佛入门是从佛经哲学入门的，方东梅教授教我的，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么样入门的。所以早年我年轻的时候，参云法师劝我修净土，我没接受。李老师劝我修净土很多次，我也没接受。什么原因？对净土没有认识，没有人把净土讲清楚讲明白，很难接受。怎么会接受呢？我讲楞严，讲法华，讲华严，看到文殊普贤，年轻人学佛，菩萨当中最羡慕的，最敬仰的，就是文殊普贤。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德行，
啊，这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啊，就在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第三十九卷经文里都看到了，文殊普贤怎么成就的？信愿持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看到这段经文呢，汗毛直竖啊！啊，原来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这两位大菩萨，他们出生在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才成就的，于是则不敢轻视净土，认真去学习净土，啊，终于把净土搞清楚、搞明白。那我学佛那个时候，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没出来啊。如果这个注解要出来了，那对我帮助很大啊。他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不能说古人古注啊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明白，不敢这样说法。古注真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看不懂啊，他的文字太深了啊。现在我们看古注看懂了啊，年轻的时候看不懂啊啊，所以很难接受这个法门啊。到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之后了，才把啊以前想学的经教全部放下啊，华严法华楞严统统放下了啊，一心专学无量寿经啊。在无量寿经之前，我讲过弥陀经疏钞，讲过偶业大师的要解，疏钞完全用华严十玄门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以后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在当时弘扬这部经啊，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在海外就一个人啊，黄念老在国内呢，也是他一个人。我们碰到了，无比的欢喜。啊，以后保持经常的联系。啊，每一年我总至少啊会有三次到北京去看他。啊，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啊，这是当代真正的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对我帮助很多
他写部这部注解的时候，我跟他认识，初稿刚刚完成，先用油印印出来，不是流通。啊，老人非常谦虚，向十方一切大德请教。我遇到他是在美国，他到美国去带了一套，就送给我了。当时我们心里头常想，这么好的法门啊，无比殊胜的，一生成就的法门，没有一个好的注解。啊，看到黄念老了，我们心里常常想着，终于想到了。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你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有版权我尊重你，如果没有版权呢，我就翻印。啊，我说我可以拿到台湾把它出版。啊，他告诉我没有，啊，完全没有版权。欢迎翻译流通，所以我把他这本带到台湾来，啊，印成的精装本一册，他原本四册，出版就印了一万本，啊，在海外就流通了，啊，这是初稿，用初稿印的，以后他又改了很多次，又补充了一些。啊，那么第一次班子在台湾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原稿，啊，刚刚出笼的，啊，我们可以拿到以前老本子给现在的注解对比，啊，你就看到。老人多次修改呀，希望这个注解能做到尽善尽美。啊，稀有难得。啊，这个注解李老师没有看到过。我跟莲公见面的时候，李老师已经往生了，他没见到。他所看到的是夏莲老的汇集本，曾经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自己做的没注，这个本子老师给我。啊，所以我今天学习的本子是有陈传的，啊，李老师传给我的，我要是把它放下学别的本子，就会有人告我背师叛道，那这个罪名就成立了。所以我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学习这个本子，我还是要学习。为什么？老师教给我，我相信老师不会欺骗我，我相信老师爱护我。啊，老师亲手教的，
我们就要一直学下去。啊，他这个本子为什么没交给别人？他交给我。啊，我能够一直学下去。啊，老实听话正干。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遇到的障碍困难是史无前例啊，真不容易啊！非常难得，国内有一个年轻的法师啊，支持我，鼓励我，弘林法师啊，用了十年的时间写成一本《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禅师》，我跟他不熟啊，听说见过一次面，但是没有留意啊，他很年轻，晚年遇到海贤老和尚最后表法，为这一桩事情作证，我们感谢老法师，感谢阿弥陀佛，感谢世尊的加持，我们的信心坚定了啊，再不会动摇了。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最后拿着一本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禅师的这本书照相，为我们表法啊，告诉我们经是真经，注解是正确的注解，没有错误，依照这个经注修行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就我们感恩了。这都叫延长深交。海贤老和尚有演没有唱，表演给我们看，把无量寿经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做到了深交啊！言教人未必会相信，他通通做出来了，还有什么话说？所以他这一篇光碟，我看完之后告诉大家，这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啊，要把这一篇光碟当作无量寿经一样看待，
无量寿经是讲解，它是落实。我劝大家，真正想修净土，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最好的修学方法，光碟每一天看三遍，念佛号一万声。对初学呢，大概需要五个小时。一天修学修行五个小时，一年不间断，你往生净土没问题了。有许许多多同学真干了。有人来告诉我的时候，他已经听过一两百遍了。很难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土难中之难。虽然难，只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肯念佛，比什么都容易。真正这是易行道，难信易行。只要你真正相信，决定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我们再往下面看，若居密教，密宗。普贤即是密教初祖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就是金刚手菩萨摩诃萨。下面念老引经据典告诉我们，甚无动尊大卫诺王秘密陀罗尼经里面说，此金刚手是化身大士，是故名普贤。密宗说的。又金刚智，金刚智是密宗的大德。无密萨埵里面说，金刚萨埵者即是普贤大菩萨一名也，一名一切如来长子，一名大阿舍利。这个一切如来长子华严经上说的，一名大阿舍利，密宗里头称的。本心得尊普贤第二品种，佛有未教菩萨作阿舍利之文。你看，普贤有个名字叫大阿舍利。阿舍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规范师。这个老师他的言行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应当要跟他学。经此经中，普贤大师列最上首。说什么意思？正贤迷津不二啊。我们修这个法门的，要不要再去学密了？不需要。
为什么？密在无量寿里头，密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句咒语，无上的密咒。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句弥陀名号，里面包含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德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你念这一句名号了，全都念了，不要再念别的了。全念到了，不但包含一切诸佛名号，还包含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经卷，通通在这一句佛号里头。所以这一句佛号包括所有的经教，在中国大小乘过去总共十个宗派，现在中国没有小乘，大乘八个宗，南传的是小乘，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普贤菩萨列在上首，代表什么？密经宝儿，净土里头有密宗，有圆满的密宗，故先师夏老云，先师是夏老已经往生了，他说净土即是密教显书，说得好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密教里头所说的大成就啊，圆满的成就啊。下面说藏密红教祖师莲花生大师，即阿弥陀佛之化身佛，故红教遵从弥陀，劝生极乐，远胜于其他教派，弥尽不二之志，于本节中占卜详论，在这部注解里头没有详细讲解，详细讲解的好像夏莲老有，黄念老也有，他们的著作很丰富，至于这部经专门介绍净土法门，专讲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下面根二菩萨众里头第二位上首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叶云曼殊师利，这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此云我们中国人称为妙手，也称为妙吉祥
啊，妙是妙法，妙慧，妙行，妙德，都可以讲得通。啊，妙手很好，一切妙里头摆在第一。啊，是一云妙德，是诸佛之思啊！啊，大家很多人知道啊，文殊是七佛之思，啊。放博经曰：我今得佛，这释迦牟尼佛说的，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啊，释迦牟尼佛做过他的学生，学生事先成佛，老师呢事先做他的学生，就像舞台表演一样啊，学生唱个主角，老师跑龙套啊，这个在戏剧里头常有啊，很平常啊。啊，老师来唱配角，唱主角的是学生啊。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在诸佛会下了，做配角的就太多太多了。佛佛道同，佛佛平等，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要知道啊，没有这高那低的，没有，佛法是平等法啊，到化身菩萨就入了平等的境界了。过去无量数诸佛，我们讲无量无边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啊，那么当来者一时其威力所致啊，啊，那么将来这讲过去，将来这些修行人都会得到啊文殊师利菩萨的照顾啊，说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啊，父母照顾他了，说文殊者呢佛道中父母也啊，由此可知菩萨悲心不可思议啊，慈悲到基础啊！每一个发心学佛的人，特别是发心求净土的人，他没有不照顾的啊！你求他，他照顾；你不求他，他也照顾啊，只要你真正如理如法的修行我们在近代看到虚云老和尚年谱里面记载的有一段话，老法师47岁的时候化身长五台山，
不容易，三步一拜呀，从普陀拜到木台，足足用了3年多的时间。啊，你想三步一磕头，一天能走多少路？啊，3年拜到了，在路途当中2次生病，都是在旷野，附近没有人家。啊，病危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救了老和尚。啊，照顾老和尚。啊，老和尚问他什么名字，就是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五台山。是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你要到五台山朝山，啊，大家都知道。啊，他就记在心里头。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啊，2次照顾他1个多月。拜到五台山，打听，问人知不知道有个文吉，没有人知道。啊，最后到了五台山，见到许许多多出家同修，他把这桩事情告诉人，别人告诉他，文吉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才恍然大悟。啊，2次在为难的时候，菩萨现身。啊，现身做个乞丐，让你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荒山野岭遇到乞丐，这正常的。啊，这个乞丐救了他。菩萨感应不可思议，如心地观经云：“三世觉摩妙吉祥。”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觉就是佛，啊，把它比喻三世诸佛之母啊，啊，母亲照顾小孩无微不至啊。文殊菩萨照顾发心修行的人也是无微不至，只要你发的是真心就有感应。啊，一切没有感应呢，那是不是真心，妄心，妄心不可能有感应，真心有感应。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你既然学佛了，就要用真心。学佛人最可贵的不是别的，不是你根性利不利，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最重要的你不再用妄心了，你就得到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啊，特别是文殊菩萨。啊，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对修净土的人
没有不加持的道理。啊，为什么见不到？我们的心有染污，有妄想，有杂念，所以跟他们没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把妄想杂念放下，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感应就现前了。再看下面，又妙得者，《法华加祥疏》第二卷有说：“文殊此云此言妙得，于寥寥见于佛性故，得无不缘呢，果无不尽，称妙得也。”啊，这对菩萨介绍的也很清楚，很详细。啊，什么叫妙得？寥寥见于佛性。这一句话就是通常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妙得了。啊，得无不圆，圆满了。果我这个本子里的是果，是不是个错字？啊，果跟累都能讲，都讲得通。啊，果无不尽呢，那就是菩萨的果位，正道究竟圆满，这叫果无不尽。如果是累无不尽的话，能讲得通。累是烦恼，烦恼断干净了，也能讲得通。查一查经，啊，《法华经》嘉祥大师的书，第二卷，啊，在第二卷里面查一查看，把这个字搞清楚，说称妙得也。下面又引慧疏，啊，慧疏曰：“具三德密藏，三德智德、断德、恩德，大乘教里头通常也称。”法身、般若、解脱，啊，这叫三德，三德密藏啊，具是具足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是果后文殊啊。普贤有果前、果中、果后，文殊也有这三种。啊，果前、果中、果后，神话不思议，故名妙德。啊，你看，虚云老和尚去我们不远的，啊，抗战时期老和尚还在世，啊，也是120岁高龄，
啊，这个老人朝拜五台山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来帮助他。啊，每一天供养他饮食，给他治病。啊，两次总共照顾一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化身不是真的，这就是神话不思议啊，称为妙德。妙吉祥呢，圆中朝里都说微妙三德同佛所证，这个三德跟会书里讲三德是一个意思啊，发生般若解脱啊，或者我们讲智德、断德、恩德啊，圆满具足啊，同佛所证啊，故夜云妙吉祥，或夜苦散，有稍分在呀、啊，皆为吉祥。啊，有少分在是什么人？等觉菩萨。换一句话说，这是国后的文殊。啊，早就成佛了。化身到这个世间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众生，文殊普贤早都成佛了啊，所以他们这个慧业苦断得干干净净，丝毫习气都没有，这叫真正的吉祥。那么由此可知，称吉祥只有华严经上讲的妙觉果位，真能真正的吉祥啊，等觉还不行，等觉还有少分在啊，说位居究竟，这说清楚了啊，究竟是妙觉，善德圆长，啊，发生般若解脱，圆满彰显，啊，故又号妙吉祥。文殊与菩萨中，表智慧第一。啊，这下面说得好，本为龙种尊王如来，现在北方常喜过成佛，号宝积如来，早就成佛了啊，所以是宝积成佛化现的菩萨身份。那未来成佛呢，号普现如来，故知文殊大师乃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成佛啊。那么他的三世成佛的时候，这是表演表法给我们看，特别是表法给化身大师们看。今世现会中，
大智独尊呐、啊，表此法门为大智方能显如。净宗能够相信，不容易啊！不是真正的大智啊，你怎么可能相信？信的人很多，信中带着有疑惑，一切修学净土的大众啊，李老师常讲，当年老人在世，我们常常听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啊，老师往生的时候，我听说台中莲友大概有50万人，啊，那么真正往生的呢？老师讲，10000人当中，大概只有3-5个啊，往生的，其他的不能往生的，啊，什么原因？信，啊，信里头掺杂着有疑。到临终的时候会产生障碍，你不能往生，不能有疑啊，愿生净土，但是这个世界亲情有一些牵挂放不下，这也不能往生啊！这都是什么？都是智慧缺少了啊！真正有智慧呀，统统放下，没有怀疑啊！真有怀疑，自己不能客气。不要隐瞒，一定要断疑生信。用什么方法断疑？读经。读经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啊，一天如果能读10个小时，啊，念上3年，疑就断掉了。啊，没有10个小时的功夫不行啊！你的疑惑拔不掉啊！啊，业障、习气、罪业，啊，冤亲债主，都是你的障碍啊！所以你必须要彻底放下。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会起很大的作用，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听经不能摄心，有妄想有杂念，心不能专注，听经不生功德啊，念佛念念的就念跑了，就想别的东西去了，啊，不能专注，啊，这都是业障的现象，这都是不能往生的现象。我们要觉悟，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那怎么办呢？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推荐给你的。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一天真正用5个小时听3遍，
啊，念阿弥陀佛一万声，一万声大概两个小时。啊，要注意佛号不间断，要注意佛号不夹杂。啊，念阿弥陀佛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念佛听经的时候，最好把电话挂掉。啊，电话先拔掉。啊，没有人打搅你。啊，一打搅你功夫断了，就破了。难啊，真难啊！啊，真有恒心，有决心，是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啊，但是这些障缘，你可不能疏忽。啊，他确确实实把你拉到六道轮回，不准你往生，很可怕了。又妙得者，寥寥见佛性故，今临普贤的位列上首，他代表禅经不二，禅宗以文殊师利菩萨为本尊啊，代表禅。啊，普贤代表密，所以它都有用意的。这一句佛号当中有禅，圆满的禅，有密，究竟的密。啊，这个就是意思，叫你禅放下，密也放下。阿难在前面代表教，教也放下。海鲜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成就了，圆满成就，究竟成就。啊，所以他在此地正表禅经不二之旨。啊，下面第三位，我们再看，当来乘船，弥勒菩萨，啊，真正懂得了，念阿弥陀佛。里面就有弥勒菩萨在其中，不必再分心了。啊，弥勒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慈氏，啊，慈悲的慈，菩萨之性也，名阿逸多，阿逸多的意思是无能神。啊，意思就是他是真正慈悲，慈悲到基础。啊，一切慈悲的人都不能跟他比，他超胜，无能胜。在中国，宋朝时候跟岳飞同时代，宋高宗的时候出现在奉化，啊，在浙江奉化叫布袋和尚，啊，大家不知道他的法号，他的形象每一天提了个大布袋到外面化缘，
别人供养他东西都放在布袋里头，所以叫他布袋和尚。啊，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说完之后，他真的走了。所以中国从宋之以后，造弥勒菩萨的像啊，通通造布袋和尚像，而且把布袋和尚像放在山门口，啊，面对着大门。你一进山门，第一个见面就见到弥勒菩萨，满面容的欢喜。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入佛门要欢喜心。啊，入佛门就得法喜充满，取这个意思。啊，这表法的意思。居足则为慈无能生，啊，就是菩萨表法。他放在山门口，这个用意很深的。你想入佛门，你要不要通过山门进来？山门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他，这个意思就告诉你，没有真正慈悲，进不了佛门。啊，你学佛是假的，不是真的。特别是大乘，大乘是建立在菩提心上。敬业三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三福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条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是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中国佛教是大乘，所以弥勒菩萨是大乘，把他摆在门口。哎，你有大慈悲，你就能入大乘；你没有大慈悲，入不了大乘。这个意思多深啊！今天大家把佛门表法的意思统统忘掉了，都把弥勒菩萨当作神来供养。啊，烧香磕头礼拜，啊，还在他面前许愿。全搞错了。不但大乘的福你得不到，小乘的福也没有。啊，这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没有人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世间有智慧的人他也不懂啊。啊，大乘菩提心，你看菩提心三种，
第一个是本体，第二个自受用，第三个他受用。他受用就是待人接物，对待别人一片慈悲，对待自己清净平等觉啊，这是真诚心的。真诚心就是清净心，真诚心就是平等心，真诚心就是其明心见性的心啊。在我们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是真诚心的自受用啊。大慈大悲是真诚心的他受用，我们要用真诚心修复，要用真诚心生活，要用真诚心工作，这叫真修复啊。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这个人他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老实就是用真心啊，这个人诚实啊，没有欺骗人的心，没有轻慢心，当然更没有功高的心啊，谦虚恭敬啊，真诚心地清净，没有染污所以他有成就。师父就教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诸位仔细看观点，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啊，他什么时候得功夫成片？什么时候得四依心不乱？什么时候得离业心不乱？什么时候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要会看呐、啊、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啊，让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给社会大众看，给学佛的人看，给修净土的人看，给求往生的人看。那我们要会一看，啊，把他所表现的时候统统看到了，统统看明白了，向他学习，那我们往生就决定成就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大乘学人出世待人接物，一定是大慈大悲，特别在这个世界里头，只有大慈悲心的人能修忍辱波罗蜜。大慈里头就有大智慧，能够舍己为人，我们看下面弥陀苏超云莲池大师的话：一，在魔胎中既有慈心，故以名祖。他这一族人叫慈氏，所以弥勒是他的姓。这个姓从意思上翻就是很慈悲的这个族群，他们这些族人的时候个个都很慈悲，弥勒祖因为他在母亲怀孕的时候他就有慈心，这个慈心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从前世带来的。说又过去生中遇大慈如来，愿同此号即得慈心三昧。那么这是说菩萨不是这一生修行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遇到大慈如来非常欢喜，做大慈普如来的弟子愿意将来自己成就也用这个名号所以他得慈心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字就是定。那么心定在慈悲上，慈悲就是他的心，他的心就是慈悲所以称为弥勒。下面还有一些公案又习为婆罗门，号一切智，于八千岁修习慈心这是都是佛在经中讲的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过去世生生世世都是修慈悲心所以说过去这都是过去很多劫了，无量劫和劫中劫起无量劫之前曾经做过婆罗门这在印度出现的。婆罗门在印度人地位最高他们自称是大梵天的后裔掌管宗教教学地位在帝王之上帝王以他们为国师号一切智这婆罗门的一切智婆罗门于八千岁也修习慈心。娑婆世界
人的寿命，佛告诉我们，人寿命最长84000岁。最短呢10岁。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这叫一增。啊，增上。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啊，20个小劫叫一个中劫，4个中劫叫一个大劫。这个常识我们要有。那么这个地方于8000岁的时候，没有说明是增劫还是减劫。啊，只说在8000岁。啊，人的寿命越长，福报越大。啊，那我们现在是减劫，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人寿是100岁。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记载是3041年。啊，那么3000年就是减30岁，现在世界人的寿命平均是70岁。啊，8000岁，无论是增劫是减劫，福报比我们大了。啊，我们比不上啊。他在那个时候修慈心，啊。大慈大悲，啊，爱护一切众生。又佛杀佛的时候，佛杀是古佛，啊。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这尊古佛曾经是释迦如来跟弥勒的老师，啊，也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都曾经在佛杀佛的时候做佛的弟子，与释迦如来同发菩提心，常习此定，啊，所以世尊跟弥勒关系很密切，过去生中啊是老同参，啊，同参道友，而且都喜欢修慈悲心、慈定，啊，就是慈心三昧。啊，此地，啊，又《思义经》里头说，众生见者即得慈心三昧。你见到弥勒菩萨，没有不生欢喜心的。啊，他能够用慈心三昧加持众生。让众生跟他见面的时候都得到慈心三昧的加持，啊，慈悲心都能够升起来。念老在这里引很多经典的，啊，来注解弥勒菩萨。有《悲华经》里头说，发愿于刀兵劫中拥护众生，实则慈龙济世，
悲真厚解，至极至此，超出凡小，故无能生。那这介绍菩萨，我们要向他学习。决定不能疏忽，没有慈悲心的人不能往生。为什么？菩提心里头有慈悲啊，没有慈悲心的人菩提心没法。念佛不能往生，经上讲得很清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没有菩提心，光有一向专念，不能往生。经文千万不能错会意思。世尊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疏忽大意了，没有注意到，以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看看海贤老和尚有没有慈悲心？啊，真诚清净慈悲，他通通具足。我们净宗学会提倡啊，真诚心、清净、平等、正觉自受用，慈悲他受用。菩提心说了十个字啊，要记住：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叫发菩提心。这个人能往生，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记住经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没有菩提心，一向专念，是跟净宗结一个法缘，二来也是里头落些净土种子，这一生不能往生。千万不能疏忽啊！疏忽不是佛说经疏忽，也不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疏忽，是我们自己太大意了啊！一定要爱护别人，要关怀别人，不能跟人做敌做对头啊，那完全错误了啊。冤亲债主是过去没有学佛借的这个愿，那现在没法子，现在学佛了发菩提心，像我们自己修行功德都要回向跟冤亲债主啊，希望把这个冤结化解。他那边没化解，我这边化解了。这不能不知道啊，这都往生的障碍呀。啊，阿弥陀佛来见你的时候，你还有怨恨，还有贪爱，还没有放下，佛就走了。佛不等你，真正想往生呢，现在就要放啊！你还等什么时候啊？你要想等到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到临命终时还没放下，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多可惜
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等，啊，赶快要抓住，在这个世界，别想自己，自己随缘就好了，啊，随喜功德，啊，说什么都好，做什么都好，决定不要放在自己心上，自己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学圣贤老和尚念到底啊，一直念下去啊，啊，《悲华经》里面这一句说得好，完全正确，发愿于刀兵界中拥护众生啊，刀兵界是在战争，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啊，现在我们看到汤恩比博士的谈话，这个老人有慈悲心，非常慈悲，有爱心。啊，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境缘当中是什么样的境缘，是人类的文化，是存是亡啊，地球上这一些生物啊，是能继续活下去还是同归于尽，我们走到这个路口，他说得很清楚，如果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的文化就断掉了，没有了，地球上的生物全部灭亡，过去战争没有这种武器，人想灭亡全世界做不到，现在有这个武器可以做到。啊，今天一爆发战争可不得了。啊，整个世界绝灭了。所以他说，决定不能有战争发生。他说，那怎么办？最好这个世界变成一国，一个国家，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啊，这一个国家怎么统一呢？不是用武力，是用文化。他举的例子，像中国，几千年当中，出现过不少次的盛世。啊，甚至是完全靠文化，四周这些小国自动的来归属中国，啊，不是中国用武力压迫他的，不是的，啊，是他自动来的，啊，他来朝贡，他来结盟，啊，愿意听从中国领导人的指导，啊，所以他说，未来如果有世界国家出现，就是这个世界国家同肯定是中国人领导，中国文化领导。那我们相信这领导的是什么，就是群书之要。汤恩比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他要看过这本书啊，他一定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一样东西啊，这个东西
被我们发现了，找到了，大量印刷流通。现在在国内，习主席已经把它放在党校必修课程。在马来西亚，我们在里面选择一小部分，十分之一，编成一部《群书之要360》，同时把它翻成英语，在联合国流通，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好的信息所以我跟外国人往来，我告诉他们，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说没错，我承认但是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武力，不是中国科学技术，也不是中国经济贸易科学都不是，是什么？是中国的群书之要。他们相信了那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用圣贤教育来教化众生我们深深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本性本善，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坏人是没有人教他学坏了，有人教他，他就学好了这是一点都不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